帅呀，有够精致的啊！他还有一个小猴子在这里啊。哦，他这种上色的这个风格就很像已经讲有 N 加几张嘛，齐天大圣。那我们来给他戴上他的帽啊！哇，他这么小还可以做这么精准，他一卡上去就八八了，是不是？感觉真的小到我对焦不到。啊、交给你了哦，四大名佛，要给我太注意啊！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拜。各位哈喽，人家讲粮食，今日粮食，好久没有喊这句话了。哦，我今天有点过敏了，所以声音会有点鼻音。别说鼻音了，瞧你这种沧桑感，我还以为你要开道歉记者会呢。OK 的，哦，我们自从上次我们的关圣帝君开光完成之后，其实这段期间陆陆续续我们神尊一直在增加，一直在增加，所以陈汉那边有好多，还有好多我的神尊在那边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我上一次订的，这也是蛮久之前的，对，这是不能摔的，轻轻放，嘿嘿，来这面看又油啊，来，这是大概，第一尊。南昆新大人物万神牙，他这是还有骑牛的哦，神汉师他的作品，他的特色在于他整个有一种仿旧的感觉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熏过这样子。最重要的是一夜的神韵的，哦，一夜的神韵，对啊，因为真的画的精致啊，所以你要说吹熟啊，哦，这不可能，哦，因为这个是精致的价格。OK， 好，下一尊。这一尊五虎撑水，哦，有看我们 FB 的人应该知道，我们在好久之前已经有破过这一尊的屁股阿掐，这哪个都阿二，这还有声音吗？有，三丰公仔屁股阿要去进香喽。以上是三盟的部分，三盟有帽子，三盟有帽子。我想说怎么康康的，这个是三盟的帽子啊。帅啊，帅啊，各位，帅，帅打帅，三盟公。戴的帽子就是不一样。来这一尊应该是戴信牙了，我这样看起来，哦，帅呀，有够精致的啊！他还有一个小猴子在这里啊，哦，他这种上色的这个风格就很像已经讲有 N 加几张嘛，齐天大圣。那我们来给他戴上他的帽啊。他这么小还可以做这么精准，他一卡上去就八八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无阿弟，咱出去了。感受一下真正坐在球上面的感觉。好，请出我们的鹏鹏诶。诶，甲真正新准同款，要稍微倾斜让他进去。好了，是靠腰对焦不到，这很帅呢。再来最后压轴了吧，那你妈周伯，他这一尊我是连衣服都有订了，好，所以连衣服都会有。红布，啊，他已经帮我穿好了。呜呼呼！我们先把他衣服拿掉，看他的骨位。哦，他这个很骨，高腰沙铁皮的。粘好了，高布的，有没有？一种古佛的。
的气息，有无？咱会开机的。OK， 以上这四尊就是我们近期蔡家年夜会我们在新增的神明。哦，对了，还没。我们今天还要再送四尊神明过去。这四尊大家应该挺熟悉的啦。这四尊人家说的四大名佛，哎，四大名佛我们都收集到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送这四尊去陈汉那边和这瓦婆。走，陈汉寺那边。在那个新娘，刚刚我在整理那些纸箱，本来想说要回收拿去丢掉的时候，我意外发现的，里面还有一尊，我自己订到忘记，还有一尊熊太公，差点被我拿去回收，熊太公了，哇，惊死，差点被我丢掉呢。你看他那个骨匣，他那个骨匣细到我实在是没办法再拉近了。巫峡熊地公，各位，我们到新娘了，那边就是新娘太祖宫。恁爸头一次看到人做模型庙会，做到看房，搁做到有店面的。嘿、欸，看，我们刚已经签够了，不用特别塞。谁是陈汉啊？他哦，你陈汉，因为。他这个有些神尊其实不是市面上有的，就是不是他大量灌模的，他这是怎么来的？ 3D 列印，所以我们有办法找你客制化，说问到的神明啊，谁安呢？啊，我相片给你。爱扫描。相片啊，一模一样爱扫描。我背个一模一样爱扫啊。如果是只是照片，他可以尽量反，尽量反看看。你冇在做这样、個？你给我什么没做？神龛呢？只要想得到的都有做。想得到的北馆，北馆有，也北馆也可以做，也可以做木雕的嘛，是，就是像类似像这道的，我干，像这道的啊，靠北，我好想要花钱哦，哎，咱即马现在啦，目前价格就是这一尊像安尼爱到偌济。那刻字化还可能得另外算好不好？另外算。这太祖经的太祖啊，就是用迄个扫描的。哦，伊就是扫描的。这个扫描。哎、欸，看你们这个很屌，伊这是新娘太祖宫授权的哦。架开机的。正版授权开机的，也是尊啊，给因做这类模型出来，干真的很屌啊！你看，我今仔搁出叫来个教另外一个新衣服好不好？这个这尊这个新娘太祖宫是这个陈汉师，他说要送我们会的。啊，我们今天也跟他搞关好多尊，啊，他说这尊就直接送我们。啊，我们今天也很有诚意的出给我来个脚本。但这时候 GoPro 拍这个，它晒了，我根本拍不到里面，就这样。等下出两顶来啊，来这有一尊我袂记得出来。哇！哎、欸，伊这尊也是画，我都画到变安尼吗？嘛是会使嘛？可以啦。好啦，你讲这现货嘛？干，我买哪一尊？看到很漂亮就会痒，你知道？我们再多买一尊好了。感觉真正小到我对焦不到。啊、交给你了哦，四大名佛，要跟我太注意了。哦，谢谢，拜拜。